缺点。这种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审视自我、认识他人、领悟人生，是人际交往的内涵所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好运超给力，派奖会过亿。9月10日起，福彩超给力即开奖游戏一元派奖开始了，各10万元及以上奖等奖金翻倍，好礼送不停，快快行动吧！中国福利彩票加加乐。三言埃及古船古币地宝黄巨河六地区月盛斋华都，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的手农食品，手农美好生活手办者。我想吃肉了。看晚了，双汇快厨煎烤炒菜肠，甄选双汇猪腱肉，80%以上肉含量。嗯，好大呢。双汇快厨，轻松搭配，美味加倍，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漫威电影明星黑豹男主角博斯曼罹患结肠癌去世的消息让很多人震惊。有一份数据统计，在美国结肠癌已经成为了第二大致死癌症。虽然大多数的结肠癌发生在老年人身上，但是最近这些年年轻人群体当中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正在上升。再加上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结肠炎复发而宣布辞职，让很多人就开始关注自己的肚子，也就是肠道健康。新闻超链接采访了北大肿瘤医院。